随着第二十八届东方风云榜音乐盛典的举行，一年一度的周深脱口秀也来准时跟大家见面了。周深在后台采访中的表现十分出彩，唤醒了不少深夜打工的媒体老师。周深第六次回到这个舞台，给人一种越来越放得开的感觉。一起来看看周星星的表现吧。 采访开始前，主持人拿出生米们准备的一份名为“感谢”的礼物送给周深。四十一个小贝壳上写有深深二零二一年至今发行的四十一首歌曲。周深还调侃自己是一只心很大的鱼。采访中，周深透露二专已经完成百分之六十，会跟大家想象的不一样。这样说的话，大家更加迫不及待想跟二专见面了。 周深即兴清唱《黑猫警长》不说，还要拉着工作人员们一起合唱，这波操作属实是社牛了。最后要被他独特的拉麦方式笑死。周深在采访时不忘吐槽生米们的唱功，现场模仿生米们合唱又努力又难听的大鱼，还被称作是一次非常特殊的经历。调皮周深跟老师们说下次合唱要努力，却在后面离场的时候被媒体老师们在线呼叫开个班，只听见周深斩钉截铁的 say no。 即使没有拍到周深的表情，大家应该已经能想象到了。周深的采访真的是太欢乐了，谈及第六次来东榜，深深回忆起自己第一次走东榜红毯时的神速，到这一次走红毯的稳健，让更多人听到了他歌声的同时，东榜也在一路陪伴他成长。最后还是要狠狠的期待周深的二专。